我们今天参加安全托育资源中心跟我们那个家有请合办的感恩节活动。好，那我们首先也是非常欢迎我们的邱秀月老师来为我们带领这个袜子娃娃活动。越生越少，然后等一下哈，孩子也学会听戏。那我们这当中，我们的那个体格教育还是要教哈，所以等一下拍完做完之后哈，我们前面有一个打卡区，然后可以引导小孩子说出一些感言这样子，然后我们都会帮你们拍个美美的照片，然后照完相之后呢，你们的照片都可以上我们中心的网站，可以自行下载这样子。那因为活动制作的那个材料比较精细，我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那给大家开始制作，我就交给邱老师了哈。好，感谢。好，记得哦，等一下哈，我们有剪刀的话，如果是这种红色的，还有这种绿色的，小朋友都不能碰哦，碰的小朋友我就不能做那个娃娃了，好不好？因为他们很力啊，为什么用到这么力？因为等一下呢，我们会剪他的衣服，剪他的帽子，啊，要剪到力一点的。那这种的话要很小心，所以前部的小朋友都不能碰这种颜色的剪刀，好不好？没有错。我们全程应该就只有剪东西才会用到剪刀啊，那其他就不会了哈。好，那我们现在呢，这个是袜子。那是不是帮我发一下地方我们要把它做它的头跟设计 OK 好，那你现在呢，你的棉花你可以全部呢先把它抓出来，如果这是三等份的话，请你先抓三分之一出来，好了吗？好。
果你好了，那个佳样的姐姐帮我每一桌挖一把重力的剪刀，然后呢我们大概隔两公分一到两公分，看中我们把它剪下来。站起来。
好，我要戴帽子了，你注意看一下。戴帽子了，真的。Gracias.
眼睛，鼻子，好像没嘴巴一样，没鼻子吧？那是鼻子还是嘴巴？来，黄色的那个是鼻子还是嘴巴？来，小朋友看清楚，那是鼻子还是嘴巴？来，哦，它不是嘴，它不是。大啊，按你要抓一点就大，小一点就小一点。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剪下来。剪哦，有的家长很厉害，就剪下来了。好，我先剪下来再说。那等一下打开就变成这样。这是在剪一个条线上面涂很细、很细、很细、很细的一条什么东西？保龄胶。要涂很细哦，你涂太厚了，等一下嘴巴闭起来。OK。好，然后呢，就再把它捏起来，把它捏起来，把它捏着，捏着，把它让它呢，捏，然后小朋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数到十，好，数到十，有没有数到十？啊，它有没有固定呢、啊？好。哎，看来我的好像胶水太少，再给它加强一点。这三个机器就给到我们的眼睛，把它那个刷刷好了。Thank you.
浇水，然后嘴巴就不会这样子。